北宋的日本人，多么，我是谁？大家好，我是陈。我们的林克教刚好有活动，今天入教的话，一年分的入量多林克。如果跟朋友一起入教的话，送你再加一年的优惠，那你评估一下哦。啊，多么，哎，你说什么？你不相信神的存在？那只知道在怎么样？吃起来很像冻饭的早小茄子燕麦冻，燕麦30克和水50cc 加入一下，就有很像米的口感，这样而已，很简单。如果你在减肥中的话，可以试试看。但是现在入教就有优惠，一年的入量是零克啊。你已经听过了，那没事。茄子的口味是早草口味，我今天加了蒜头，也可以加蒜末，你喜欢哪一个呢？如果你想吃更多肉量的话，也可以加一块鸡排。哇，好像不错耶，那我要去买鸡排好了。很好吃，很像饭耶，这个调味好好吃哦。